小声，再大声一点，再来一次啊！你会弹什么萨克斯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那个学妹觉得你很色，她后来反而觉得你是蛮帅，很经典。
算了。团练时间是在礼拜日的7点到9点，然后平常有那个老师，就是都会有老师来指导我们，然后我们有三个分部，就是分别是铜管、木管跟长笛的分部，希望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来我们社上。再讲一遍，我们社办是位于义参的3楼，然后平常就很欢迎各位学弟妹的欢迎就莅临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非常感谢我们管弦乐社的表演。小时候看他管弦乐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他想什么？我小的时候没关掉，唱国歌对不对？唱国歌没错。每次早上在楼上要睡觉的时候，就会听到国歌的声音，好像是喇叭。Thank you.
对，在 DV 啊。是哦。继续聊天啊。继续聊天。这个快，来这边。有那个灯光才看得到，还蛮闹嘞，耶！好天啊！跟着他走。我有钱，我今天有够蠢，你让我拍照回来哈。哎，我给你拍上瘾。